就好像有一边是好，错变的。喽，现在变喽，三十负160，-160也太远了吧？他当然要应该也是跑这个啊！方向，你都把坐标打出来了，你活该啊！那就再打一次。应该是这里吧？30160，我刚刚是一击了，斜对角啦，斜对角，斜对角。洋洋帮我逛街。三十。感谢陈旭定。负100多，超远。好，现在他来到了零负160，还是负160？哎，杰克很近哦，杰克很近哦，杰克快点，他在用工作台。打到洋洋，洋洋都没。杰克加油！在哪里？前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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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了。我觉得我的队友有点危险，我觉得先离开他们。负100。右转哦，右转哦，右转哦，右转，右转。哇塞，有哭工哎！哪来的？快跟他握手。哎，你们三个快点，你们三个最慢呢。哎，你知道负160有多远吗？刚刚杰克明就在你们附近。还有金苹果。拖鞋量啊！工作台了。啊！好啊，你们三个女生加油啊！啊！你们死光了！哇！哇！刚刚杰克明就跟你们很近，哎，怎么有个落单了？谁啊？我吧。喵哈。哎，没有喵哈。喵哈自己离开了我们。好。哇，是很下面哎。他应该过去啊。对面。对，下去，挖下去啊，走下去也可以啊。这是跳下去吧？要跟我玩 dropper 吗？我刚刚不是说用挖的挖下去也可以。没有，没有人叫你们一定要跳啊！天啊。有吗？谁？我翻记录档哦。有录影哦，注意的哦。我总算看到负160了，我好开心哦。X 是多少？我忘了。零。我差一点。在对面。他要跑了啦。但是六负一百一六八。哎，你们头上，你们头上，你们头上，上去就看到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小哥要跳下去哦，前面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上面，头上有没有看到？哦有，举盾啊，举盾，哎，举就好了，举就好了，不是团团的，举盾呐！我看到了，哎，白，痛痛，团头，团头，很痛很痛。然后你可不可以啊？太行，保护，就慢慢潜过去啊！你们举盾啊，他没有那么多弓呐。等他射完啊！对啊，他那些弓都是从那个箱子里面拿的。我要怎么下去啊？这里就慢慢摸下去啊！等，我慢慢来，我慢慢来。为什么他会受伤啊？不知道，他为什么进苹果那么多啦？举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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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苗还要拉后，举着就哎，可以可以，他跑掉跑掉。他应该是没有了吧？冰了。对啊。哦，哎，我现在连西瓜都不能吃，好难过。在哪里？哎呀！哎呦，他应该，我让他射了，他没了啊，完了，不要拿到盾牌了。哎，落单了，你落单了，你落单了。没关系，还是照打了。好好，那一开始，哎，呀，很痛，加油。他没有。你举盾，你举盾，你举盾，一个举盾，一个慢慢摸往前，泱泱往前，泱泱往前挡露米的，露米你要举着哦。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。不要举到熔炉哦，他会想要顶。哎，好。想要让你点到。哦，所以他有让他去了。对，哦，竹子很讨厌哎，麻烦。在哪里啊？他在这里，在我跟这里。那个、他又要破我盾。哎、好，洋洋，你不要举，你往前走一点。他又往前。你们洋洋，你太怕了啦！你们另一个就……对对对，洋洋你可以。完了，要被抓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来不及了。哦，洋洋哦，洋洋，如果这赢的话，你就是神了。啊！我跟你讲，以后你举盾，谁先挥谁就输。真的是这样没错啊。对啊，你就等他，你就等他打。哦，这样啊。不是刚刚就是你啊？没有，现在讲也没用啊。要把自己埋起来。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傻眼。怎样了？我以为想说世界只剩我跟团团要掰和要掰没有啊，是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在喊位的时候，他们三个女生在迷路，只有杰克一个人往这边冲。然后他说那个还在那逛街，对啊，慢慢逛，哎、欸，给杰克好了，慢慢逛，慢慢逛。
团阿纪还直接被熊猫打死。对呀、啊欸，对，那你怎么死的？好想看他怎么死的。他就飘浮飘到一半的话，还在空中，我就啪掉下去，剩一半啊。可是阿纪的遗言是：熊猫原来会反击哦。好啊，自己先打别人，活该被打。新闻讲的，他说都很温驯，不会咬人。可能你跟你住的那只比较温驯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很好笑、欸。我有一个击杀思维。你还敢讲哦？维沃刀。洋洋、欸，不是那个一拳，你知道你的击杀术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是我。为什么讲？我是问维斗。我就是，我刚不是有讲他剪我尾刀哦。一拳你的击杀术是我，不是敌，不是敌对，所以我才叫做。哦，对，还说我一换二。那一拳是我们派来的。一拳其实是。不是你们刚在下面举盾，他的剑石反弹到我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反弹点。原来是反弹，原来是反弹。我想说奇怪，你怎么会靠前？自己打自己。往后退。那弹超远的，弹上来。会弹。欸、自己打自己打自己也来啦，那我可以久一点，幸好嘞，好，我也可以有那个啦，背叛者小队，好玩的，好玩的，好玩的，喜欢，Oh my god， 居然又背叛者，你最好不要在那边乱怀疑人。我不要，我每一个都要怀疑。我等一下放飞自我。我第一个怀疑音乐。干嘛？我人这么和善，对不对？我突然觉得我们那一队有心灵创伤哎。有阴影的，尽管来。吓死！我只是走到你旁边而已嘛，不要紧张。就死了。走过就可以让人家死掉。背叛者小队，背叛者小队，背叛者小队。以前不知道是什么，是不是？度。再不看影片啊！我们一队里面会有叛徒。嗯。对，然后我们背叛者是四个人，所以我们十个人里面一队五个人嘛，一队会有两个叛徒。嗯。对，然后他十分钟的时候才会告诉那个背叛者，就假设你抽到背叛者，你就知道你的队友有哪些人，那你就要想办法去。杀死其他人，背叛者是独立的队伍。OK， 到了二十分钟的时候，背叛者就会全部集合在一起，自动传送到一起。那你们的队伍也会变成第三队。嗯，咖喱就是这样。咖喱，咖喱，可以哦。四个背叛者哦。好可怕、啊！四个、啊，你太多，好可怕！所以一队会有两个喽，会有两个哦，它是平均分配的嘛，对不对？简单的说，你的队友有一半不能相信，好可怕！不会啦，不能相信，可以的。哎呦，瞄他自己人，瞄他自己人，瞄他自己人，我要先去生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一队只有就是繁星跟哈基的差别，我们相信谁？杰克，我是好人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上次是同一个吗？坏的。上一次我是好人，就是还是跟哈基，我跟哈基换而已哦。对对对，好，来我们下去，好。哦，要下来哦。隐月一定是背叛，我是好人，不会这样的。我离你们都远一点，几率不会这么高，同时两次好不好？我宁愿当一个没做事的背叛者。没有出息。好，你来了。哦，有杜鱼哦。对啊，杜鱼，杜鱼。好，随机杜鱼。前十分钟都可以彼此相信，好不好？好，应该吧。从巧克力。前十分钟没问题啦。我可以前十秒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这同队伤害要不要开启？可以。哦，要吧，不然他。哎，对啊，一定要开吧。有开。同队伤害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
确认一下，有有有，啊，有有有，现在有无敌，没事。现在不用走远了，先去下一。现在又不知道你是谁。对啊，你现在连自己是不是背叛者都不知道。先保全的概念。十分钟，十分钟。哈哈。没事，自己人。我做合成台喽。好。好。在这里。上次在那个物质超缺乏的，完全真的是见真章。哎呦，我下去挖边巧克力那边。你们太紧张了，不用这么紧张。对啊。是不是要彼此互打了啊？可以跟我一样那个轻松的接受死亡。我要干掉所有人。对啊，清白把队友全部都杀死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是清白的，就干掉所有的。那我要对所有的人对丢装备，丢装备。你来丢啊，我就砍你。我还是自己先去生存好了。不要，你知道他是十分钟后看剩下的人，然后去选背叛者。所以队伍越少的话。队伍如果只剩两个人，那两个人就是背叛者，一定是啊，哦、一定会有两个这样。哦，所以转换言之，你现在把三个人杀死啊，那你就可以跟另外两个人可以和乐融融。我懂了，你就百分之百。你知道听到这一句的时候，先赶快按你的跑步键离开这里，尤其是那个 H 开头了。但是一定要杀三个人，因为你如果少杀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就有一个人。如果是你自己是背叛者，那就尴尬了。不是，就是你自己是剩下的红队就尴尬，另外两个人是背叛者。都是背叛者。哇！你们要从哪里下去啊？看你们啊！所以我们要先让先干掉两个人，是不是？原来是哪里啊？我遭殃在哪里啊？遭殃在哪里啊？我找到鸡，我先砍一砍。圆圆，你这个哦，你在挖煤炭还是什么？我在挖煤炭。没有，我去找牛。没有，你有找到牛吗？哎、欸，我牛没有哎、欸。甘蔗有吗？我帮你挖出来，没有。我看看哦、啊。我已经出来了，我已经出来了。没有了，因为下面还有一个煤炭，也是挖一下。啊、下面这边没有看到甘蔗。哦、欸啊，你挖掉了。你们在那里先挖掉了。我们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回来。啊、给我两个好不好？我要做个火把。这鸡好多、啊。我们要去挖了，你人呢？我人在猎食物。猎食物。要探地洞了，那我先往下挖好了。好，我們先挖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甘蔗了。各边各分东西。好，这个没问题，我喜欢。那个，尤其是那个分完队以后、啊，甘蔗在我这，甘蔗在我这，有有有。哦，有有有，我有甘蔗，六个甘蔗。这地形好。六个皮革。这里都不高。我怕直接先碰到对面的、哦。对，你需要先回来。对。要不要干脆往下一点啊？可能往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有鸡有鸡，找矮一点的地方挖好了。嗯，顺便看有没有苹果。没事没事，遇到有新的动物，但是是羊。我已经看到枯工了。哎呦，升怪了吗？太快了吧，因为那个吧，阴影。对啊，哎，阴影总在这。那我在我采苹果。我们动好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往下一点，因为那里太高了。啊，好，在找繁星过来吗？没看到繁星、嗯，那不然我就直接从这边往下挖好了。繁啊，我们等一下一起录，都杀光我们队友嘛、哦，好，好，什么东西？原来你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。小心了，没关系啦，我现在离你们超远的了。你在挖洞了啦。我们等那个之后再见了。那我先去找喵哈。拜拜！快跑！想也知道你靠着边界走好吗？哼，你以为我会靠着边界走吗？哼，你就是这种人，已经被抓到了。到底什么对话？哎、欸，我要挖洞了，云云这边有洞。干嘛呢？干嘛？干嘛？你们怎么打架了？那就这样子做吗？哇！洋洋你在哪里？洋洋洋洋，你血比较多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洋洋砍他，砍掉，砍掉！不、哦，我一定要砍掉，砍掉喵喵！喵喵，你在哪里？巧克力只有四滴血。没关系，
你只要干掉喵哈，我们就确保我们两个人对面两个间谍在做事，我们就一定赢了。没有起蒸汽。喵哈，你在哪里？我要蹲机了。哎、欸，可是等一下，我现在想，你们如果我待会还活着的话，你们其中一个人没有，就是我们三选二。对，三选二。但你也有可能会是独一无二的喵哈，你要不要来拼一下？没关系，我要赌。你跟繁星打，你打赢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间谍了。他宁愿用赌的。宁愿跟我说喵哈在哪里。哦，好啊，我来看看哦。喵哈来陪我，喵哈来陪我吧。他在负八十一百八，负八十这里，八十哇一百八，小远，环境可以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怎么了？很近很近。然后他不在地表，就这样。嘿，我已经给你这些提示了。嘿，居然往下，喵哈你不要這樣。当然了，你知道每次听到这个声音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往下。哎、欸，有哭哭有哭，我不行，我现在活着。我现在死的话，就是超级战犯。而且你要想一下，他只剩两滴血了耶。不行，我要救活他，我要你的命换他的命。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个 CP 组。不发的。我一开始就感受到这个组合了，对不起了。不发死。喵哈保重啊。哇，挖到铁了耶！我要看一下粉晶。谢谢你帮我们挖铁。啊、我要把它丢到岩浆里啦。不要这样啊！结果你还是在边界边边啊。这也是边界。我没有说，我没有在。